那等五百弟子受记作佛。下面我们继续看这个经文。佛告诸比丘，乃往过去无量无边不可思议阿僧祇劫，尔时有佛名大通智胜如来，诸佛以德立名，名号是对应他的德行。这尊佛为什么叫大通智胜如来呢？因为这尊佛具有大神通、大智慧，胜过于一切。然后彼佛灭度以来甚大久远，譬如三千大千世界所有地种，假使有人摩以为末，过于东方千国土，乃下一点，大如微尘，又过千国土，复下一点，如是辗转近地种末，世人所经国土，若点不点，尽末微尘，一尘一劫，彼佛灭度以来复过世数。这是用譬喻来 让我们知道这尊佛成佛灭度已经离我们有多远了。好，那你看师父解释这段经文呢，是在介绍大通智胜如来乃是过去久远劫数之前已经灭度的，因为无法以人间的算数计量来说明，所以只好以三千大千世界围成点劫来形容，然后赋予围成点数的千国围成为其结束，其每一国土均系一个大千一个三千大千世界故其灭度以来是距离是甚大久远。经文里面世尊常常用譬喻的手法例如说在金刚经常用什么恒河沙，有没有因为佛是印度人嘛，他说法的范围大概都在印度这个恒河的两岸，所以就地取材就用印度恒河的沙做譬喻所以有没有听过一句话，礼佛一拜罪灭河沙，因为灭的罪太多太多了，是不是没办法用一个数字来说，就告诉你用恒河沙譬喻，你就知道实在是非常非常的多不可思议的多我们看106页，经文：彼佛受540万亿乃由他劫，其佛未出家时有16子，闻复得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皆舍所增往诣佛所。然后尔时16王子既赞佛已，劝请世尊转于法轮师父这边有解释这尊佛在未出家之前一共生有16位王子后来听说他们的父王已经成佛了，所以都来道场亲近供养赞叹，并请这一位大通智胜如来说法那转法轮师父刚有解释，我在这里就不多说可以看107页第二段就是佛也就像轮宝一样无邪不摧无魔能敌，所到之处一切天魔外道邪说都会不战而自降然后在大智度论里面有说，这是龙树菩萨造的论，解释般若经大般若经佛转法轮呢，如转轮圣王转宝轮，然后呢遇佛法轮一切邪见已毁灾害皆悉消灭，然后王以是轮治四天下，佛以法轮治一切世间及世间天及人那转轮呢，这个转又有一个意思，就是转入众生的心中的意思就是说呢，佛把他体验到的佛法告诉我们，那我们本来不知道，但是一听呢心中就明白了所以呢就把这个法转入我们的心中那再来呢108页我们看经文：尔时东方500万亿诸国土中，梵天宫殿光明照耀，备于长明，
尔时五百万亿国土，诸梵天王与宫殿俱各以一葛胜诸天花，共益西方，推寻事项，见大通至圣如来处于道场，即见十六王子，请佛转法门。即时诸梵天王头面礼佛，绕百千匝，即以天花而散佛善。然后尔时诸梵天王即赞佛已，各作誓言，唯愿世尊转离法轮，度脱众生，开涅盘道。然后如是复有东南方五百万亿国土诸梵天王，还有南方西南方乃至下方上方各有五百万亿诸梵天王与宫殿俱，来以大通之圣如来道场，请转法轮。这里是就是介绍啊，十方诸天的诸梵天王都来请佛转法轮啊。那你看109页第一段，在记载上呢，释迦牟尼佛在我们这世间成佛时候呢，据说有梵天王来请佛转法轮，也就是每逢有佛出世，都有梵天王来出请如来转法轮啊。那我们释迦世尊成道的时候呢，仅有一位这个娑婆世界之主湿气梵王来请转法轮啊。然而这个大通智胜如来成佛时呢，竟然有十方各个五百万亿诸梵天王前往请转法轮，那以衬托出这位如来不同于其他诸佛啊。然后呢，释迦世尊亦即当时这尊佛的第十六位王子，以彼殊胜因缘，故而特为介绍。所以这叫什么说？这叫因缘说啊。佛呢讲出他过去生的因缘啊，还有等一下会讲出他跟法华经的因缘，所以这种因缘说啊。尔时大通智胜如来受十方诸梵天王及十六王子之请啊，即时三转十二行法轮啊。那是什么内容呢？是苦，是苦集，是苦灭，是苦灭道，即广说十二因缘法啊。十二因缘跟四圣谛本来大家都应该明白，那我简单再提一下。十二因缘呢，什么是因？能够产生果的叫做因，能生者能发生者就是因。什么是缘呢？能够帮助因的就是缘，能助发生者为缘啊。然后这个十二因缘又称作十二缘起。首先呢，从无明说起，无明就是什么？就是迷于真实之理的意思，迷惑了啊，迷惑真理。然后呢，迷惑于因果啊，就是因果现象。因为迷惑呢，就会升起种种的妄动，就是行为啊，所以才讲无明缘行，行就是妄动啊。这个妄动就会熏习成为业力，就是业种啊。然后呢，业种成熟的时候呢，前一生的果报结束，下一生的果报就出现，就是前一生呢寿命结束了，舍报了，马上呢把那个果报带到这一生来啊。然后呢，所以叫做世，世就是什么？就是业力啦，无名缘行，行缘世，对不对？世就是过生过去生以来的业力啊，也就是我们生命的主体，在唯识学就是第八识啊。然后这个世就是业力成熟了之后呢，就来投胎转世，染色为身。这个色呢，就是父精母血啊，男女结合的时候呢，父精母血，你这个世就进入了，就形成新的一个生命，就是我们的五蕴就出现了，这样知道吗？好，那简单说就是如此。好，那下面呢就是三转十二行法轮的意思。什么叫三转？有四转、劝转、正转。四表示的是劝勉的劝，劝导的劝，劝修的劝，正悟的正啊。就是首先呢，四转就是先以苦地
来解释。